就这样自己照顾自己长大。我不想因为现实把头低下，我以为我并不差，能学会虚假，怎样才能够看穿面具里的谎话？我觉得今年野台同学会感觉是一个小小的，然后很温馨，那个气氛就变得是很像，真的像一个同学会，就是校友回来参加这个聚会。这一次的感觉最爽是这种回家的感觉 ，I like it。我很开心可以就是跟老朋友一起在台上演出，然后也可以看很多以前的好朋友今天也一起表演。一个半水依山的环境，然后在一个如此宽广的河边，淋着凉凉的雨，然后等一下要喝啤酒，这就是音乐季、啊、我觉得音乐季最爽的就是一直流汗，然后找喝啤酒，找啤酒，然后偷喝不知道是谁的水，这样。这是我第一次在野台表演，我终于完成我人生另一个梦想了，赶快来找我联谊哦！来找我联谊哦！请以分手为前提跟我交往吧。很少在野外放歌。今天看我演出的乐迷基本上都是我们公司的员工，所以他们擅离职守，我回去一定会处分。反正就是一些好朋友，然后他们就是非常的捧场，让画面比较好看一点。最爽的事情除了看表演以外，还就是表演，而且还下大雨。下雨啊，下雨很爽啊，有下雨也很好玩。看台下的大家都跟我们一起淋湿 ，very good， 非常的 GJ 啊 ，good job。这几天都蛮热的、啊，然后就下雨。然后不是我们的问题，不是我们的问题。今年最开心的就是下雨啦，对，这才是那个夏天的户外音乐节嘛，就是这样啊，对不对？然后就是要有泥巴，然后要有水，然后鞋子要有很脏，真的，对，袜子一定要是湿的，是。Save the sun, cool the mountain.
真的一定要让野台开唱回来。虽然场地很贵，可是还是硬是要做，这就是一种我就是要做啊，我要排除万难要做啊。对我来讲，最重要就是野台开唱还继续办，然后所有的乐迷都很高兴，这样明年就要办了、啊，明年一定要办了、啊，不管怎样一定要办了、啊。基本上我们今年敢宣布说明年要办野台开唱，当然就是我们很多东西都已经渐渐的去准备好了，而且下定这个决心，明年一定要让它复出。因为毕竟每一年的夏天没有野台开唱这件事情，是不只是乐迷很失望，乐团很失望，我们一定会让明年的野台开唱会很好玩，然后在里面大家玩得很开心。我觉得这是音乐季最重要的事情。今年野台同学会很成功啊，然后希望明年野台复办的时候大家都可以来。野台开唱2012一定办，在圆山，明年见。野台要复活了，明年我们野台见，野台开唱，明年见 ，See you。把镜头拉远。